常参与时事，并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自己的看法，每次发文都会造成不小讨论度。拥有数十万名粉丝的他，一日却突然发公告表示，自己已经提拥了脸书粉丝专页，暂时将改用 IG 跟大家沟通。他也特别解释，是因为最近他的粉丝团受到大量水军攻击检举，无奈之下他只好先暂停使用这个脸书账号，同时也不忘在文内自嘲是不是荒废 IG 太久，上半年只发两篇文太混，所以逼他好好经营 IG。 而他一发出公告后，就吸引不少粉丝来留言并支持，表示不管鸡排妹在哪更新贴文，他们都会好好关注。也有人发现，尽管他很少经营 IG， 还是拥有将近95万名粉丝，人气可以说是超级惊人啊。Bye.